开台啦，开台啦，够电波就要睇达哥，听到吗？听到吗？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吓、啊？仲要你知唔知点解特登系咁样？特登迟啲讲嘅，因为你全部喺度打 OK，我喺度试，睇下边啲人系会真系讲话冇声，冇声，吓、啊？跟住而家终于试到，一开头咧全部喺度打 OK。梗系好多人啊，先即刻讲冇声，我帮你拨乱反正，等你知道唔可以喺度乱咁试呢啲，你知唔知啊？OK 啊，今次系真系冇问题啊！Let's go，Let's go，rock and roll，而家有声未啊？真嘅 OK 定假啊？呢啲系吓冇问题啦。好，运嚟开始啊！咁咧，今日咧又继续咧嗰个圆嗰个问题咧，即系食水嗰个新闻啊，即系咩啊？启程村啊，嗰个水管含铅嘅问题咧，又继续咧又发展落去嘅。咁咧就而家咧，寻日咪话咩拉云，早几日咧咪嗰个唔知咩局啊，卫生局定乜鬼嘢局咧，就喺度话拉云成世就冇问题嘅。佢话啊，你饮两一两啖咩？饮呢啲毒水冇事含铅啊，拉匀成世咧就冇影响。咁即刻俾人狂闹啦，话梁博话呢啲人啊黐线冇人性啦。咁咧就为咗即系佢政府又要做嘢啦，俾人狂闹。咁做啲咩咧？佢就决定咧就去呢个盐水，咁咧就会抽板啊嘛。之前讲过咧就。佢话咩有龙溜嘢，佢盐水咧都唔系盐得好公正，例如佢就会先喺你个屋企个水喉度开5分钟，佢开5分钟白肥嗰啲水啦，即系肥到即系等啲沉积咗好耐嗰啲铅嗰啲咧就叭叭声流鬼走先，即系类似稀释啲咁样啦。咁咧今日咧就公布咗嗰个。笠死哇，争啲啊！转身射都咁劲。佢咧今日咧就公布咗，佢话咧就采咗10个样本嘅，就喺嗰个启程村度。咁咧佢就话咧系符合世卫标准嘅。咁我嗰日咧早就讲咗啦，嗱，佢话想唔超标好易啫嘛，拉高个标准咁啊得啦。嚟话咩？佢咧就话嚟话咩？100毫升入边含有几多毫克嘅铅咧？好似叫微克啊，系再细啲微克嘅铅咧就已经超标啦。咁咧就佢咧就政府嘅驗水報告咧就話10个入邊咧就全部冇事喎，好乾淨喎，啲水冇嘢啊，冇嘢啊，嚇雖然含鉛，但係都冇事，冇合乎超標。咁咧，但係咧市民唔信，即係已經聽，市民已經醒啊，即係好似狼來了，已經俾你 fake 咗10几次，仲信你咩，大佬？咁咧就有揾咗啲政黨嘅，嗰啲政黨咧就同佢一齊驗水。咁样揾啲政党验水啦，咁政党验嗰啲咧，呵呵不得了咯，就基本上咧就极多嘅，有啲系唔知，即系好似话咩高过十已经系唔得噶啦，嗰、那个咩微克我唔肯定吓，咁咧就有一个咧唔知咩村咧，好似同一条村啊，唔知咩流啦，总之就采咗2个样本啦，其中一个咧已经系超到去咩37个微克嘅，即系已经系。即系原本系十就系最标准啦，即系嗰个低过十咧就系合格嘅。咁佢而家咧就要咩37嘅啦，已经系去到，即系仲有几间啊，即系全部，即系仲有其他嗰啲其他楼啊嘛。你知屋村就有分咩楼咁，其他楼咧一样濑嘢，全部咧都系有超标嘅咯。咁但系政府咧就10个都冇啊，好干净，冇，搵唔到含铅量，干净到晕。咁啊，边个准呢？咁咧就记者系好醒嘅，就话喂，有政党帮市民查，咁啊搜寻到呢啲咁嘅报告，report 系咁样，超晒标，你点睇啊？政府讲嗰一句好正嘅呢句说话，就话你民间验水唔准，佢系咁讲，你哋验点够我哋吓卫生署验啊，食环署点点点，佢你哋验。粒嘢嚟嘅咋？点验得？
正確啊，係嘛？佢話你哋識鬼咩？星斗市民用咩爛鬼儀器自己驗啊攞，係嘛？佢話串你哋，我話你 IS 堂啊，科學堂自己喺度煲嚟煲去點驗啊？你哋識驗咩？識驗麼？咁啊，好多人就喺度，即係而家已經。就算佢而家講咩都好嘅，都冇人信佢，因為佢已經係即係做咗太多蠱惑嘢嗰啲啦。咁而家已經係冇人信佢。咁咧就即係而家就講俾大家聽咯。陸續你如果啲人應該都唔會信政府嘅，都係自己驗嘅。如果你真係想知道自己食水嘅話，我諗你都可以自己考慮下自己驗嘅。好入硬啦呢球，冇問題啊！政府教你驗水飲下有冇水味，香港啲水不嬲啲味係怪怪地㗎啦，不嬲你去瑞士飲冇味嘅，真係就人哋嗰啲建屋乾淨到周街整條喉開出嚟都飲嘅，啲小朋友飲得好開心嘅，話俾你聽，喺街邊嗰啲水喉嗰啲唔怕污糟，嗰啲阿爸阿媽去飲啦，歐洲瑞士得強國呢啲啊，真係。即系啲民生福利做得好好啊！瑞士真系超正，嗰啲咧有时喺啲公园旁边咧，啲水你睇落去好似好污糟又痛，但系啲小朋友都系照怼落去饮，即系求其劈个桶喺度，你知通常啲水喉下低啊，整个桶啊载住啲水，费事有时会滴啊嘥咗嘛。咁佢哋系佢哋又照样喺嗰度有啲。佢哋啲小朋友照样喺度饮嗰啲水嘅，都冇咩问题。好，嚟啦，靓啊！咁啊，跟住咧仲有嘅，跟住佢又话咩？而家咧就啲人验血，佢又话因为有啲小朋友你知道咧，即系饮嗰啲盐水大，可能有影响啊，对个脑啊、神经啊各方面有啲影响啊。咁咧就政府咧就话唔知道有啲条件嘅，好我而家咧帮你免费验血，就验咧你含铅量有冇超标，你血液入边含有几多铅咧，咁啊为之超标啊嘛，咁咧就佢咧就喺度验啦，佢咧但系咧佢就而家咧就会帮细路验啊，即系大人，你假设你系老人家嘅话，知你嗰个鬼事，佢唔会帮你免费验铅，即系验你血入边有冇铅。佢咧就好似有个师奶咧，就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嘅，一个就一岁半，一个系六岁。六岁咧就啱啱好咩过咗个资格啦，就唔俾啊，就五岁以下嗰啲就可以验。跟住个师奶就话黐线啊，搞错啊，咁即系呢个小朋友饮咗啊，饮咗五年咁水，咁点得啊？咁样系嘛？即系佢饮紧嗰阵，即系佢细个嗰阵时都有饮呢啲盐水，呢啲盐水唔系话。即系我最近先有嘅喎，大佬啊，咁佢可能都受影响啊，大佬，即系要接受治疗，即系要点样要关心啊，点可以咁刻薄噶咁样？跟住咧，佢就决定咧就自己即系宝贝女未来着想，梗系呢啲钱唔悭得啦，即刻自己揞荷包验，跟住就当然系狂丙嘅政府啦，有冇搞错啊？即系呢啲即系自己啲水有问题。搞到人哋咁样，又要人哋自己揞钱嚟验血，即系又唔做翻啲补救措施，好冇诚意啊！咁样佢话呢啲水啊，即系最对人啊最有影响嘅，即系例如话你人唔食嘢，可能你都唔会死嘅。咁你水嗰啲啊吸收好鬼，即系好快啊，同埋饮量最多嘛，你一日就饮好多水。即系维持生命嘅，即系你可能可以吸收咗好多呢啲铅，日积月累咁啊，好大镬啦！好，小心啊！我哋而家喺度揾，哇系，我哋希望可以继续赢落去。寻日赢咗好多场，啲人咧话好似要验头发嘅，即系如果你要验呢啲，即系好复杂嘅验有冇含铅啊嗰啲，你啲即系身体入边含有啲咩咧？好似有啲人吸毒咁，佢都系即刻剪你啲头发落嚟验啊，嗰啲啊验到嘅，即系除咗抽血之外，佢可以验到咧，即系几时即系有问题，即系你睇你啲头发，即系嗰啲长度，即系咁样佢计住嚟话哦。你哋话而家好贴近发根嘅，咁可能就系最近先嘅。如果系发尖，就可能话系好耐之前已经舐咗嘢，系嘛？或者成条
头发都系有问题嘅，咁佢就会验到呢啲问题咯。佢就哦，可能你已经系中毒好耐啦，吓、啊，即系佢可计到头发周期嗰啲咁样啊。呢啲系好似系咁样验啊，所以你少即系你有时啲人唔知道话，喂，头发唔健康。唔系净系话查啲护发素，有时你头发唔健康咩飞啊开叉啊，有时系你肾有问题咧，你啲头发都系咁啦，好似之前系揿错，好似啲人咩肾亏啊冇甩头发呢啲系你中医嗰啲系会反映到噶嘛，你个人边度有问题啊，或者血上唔到脑，有啲人嘅头发即系笑即系好后生嘅，十零岁突然间成头白晒，咩事咧？其实有病。所以你头发都是反映很多健康问题，所以你自己要注意。你看到发质做咩劲差啊，即系开晒叉啊，嗰啲咁样咧，都系有啲问题。啊，话睇寄生兽都系咁啊，系啊，染啲头发一掹落嚟啊，痣啊嘛，寄生兽嗰阵时都系咁讲嘛，佢一扯个头发落去，如果那条友佢。嗰、那、嚿、個、头发唔知道变咗嚿咩就代表嗰啲系怪兽喎。总之头发系反映到呢啲嘢咯，你可以验到好多嘢啊，要好多问题都知道啊。你身体有时有啲咩指甲嗰啲都系咁样啊，因为你系唔知攞啲细胞整出嚟啊嘛，都系会知道你个人有咩问题。好，人哋话咧用脑用得多。就会白头发，打钉又多白头发，边个先啱？用脑用得多啊，白头发就应该少啲咯。我话唔系好听，即系呢一个就未必系真嘅。用脑用得多白头发，你话打钉打得多白头发有可能，咁但系用脑用得多唔会咯。你睇嗰啲通常啲好叻嗰啲人都唔会话因为咁啊咩即刻一夜白。通常白头发古代中国就话你极伤心啊。好似突然间咩五子衰一夜白发，就系佢俾人成家俾人满门怼冧晒灭门惨案先至会咁样啊！好系啦，或者你睇咩华英雄嗰啲咯，咪一夜白发咯，通常就系咁样，唔系话你用得多啊就会咁样嘅。咁总之呢单案咧，而家就个个都喺度水嘅问题咧，而家都好惊啊！其实你话整嗰啲蒸饮蒸馏水咧，嗰啲都唔系一啲咩长远方法。你狂饮蒸馏水之前都讲过啦，都唔系话可以解决到嘅。即系你因为你蒸馏水都系对人有害啊嘛。如果你狂饮，因为佢会咩？因为太干净嘅水，佢就会吸你身体入边一啲即系可能吸走你啲营养啊、矿物质啊成。咁所以而家啲人佢咪话咩派瓶装水系咪真系咁好咧？都未必系。你长期饮用咧，都系会有事。都唔可以话系一个健康嘅方法。咁你话饮矿泉水啊，或者咩嗰啲都系，好似都唔系话咁好啊。你成日话日日饮嗰啲咁嘅水，最好都系饮翻正常常。人类通常都系咁，做啲正常嘅嘢啊，最好嚟食嘢。你唔好以为哦，食嗰啲咩啊咩保健食品啊，或者嗰啲咩，即系好似啲人话咩，即系特制调配咩营养棒啊嗰啲，未必话。真系咁好啊！反而食啲普普通通啊，即系均衡飲食咁啊最好啦。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咩薄喉嘅，佢话而家咧就因为太麻烦啦，佢话咩成日就要买瓶装水定咩，咁而家就决定啊，唔知将啲消防喉定点样薄出嚟，薄怼落去上面嗰个大厦嗰个咩唔知水箱啊定乜鬼嘢度咁样啦，咁样嚟运啲水落去俾大家嘅，咁但系都。我唔知佢意思，博上去水箱系咩意思啊？例如话你攞嗰个街边嗰啲消防喉怼条喉上去水箱，跟住你开水龙头就可以流到嗰啲水落嚟。其实咁样就系白痴，因为你如果佢真系咁样做嘅话，因为就系而家你屋企啲水管有问题嘛，就唔系话你个水源有问题，主要就系流过你屋企个水龙头就已经吸到啲源，咁就算佢博咗上去话咩，咁都系会照样濑嘢。好，有冇人住喺嗰度？我想知道有冇兄弟住喺启程村？小心啊！哇，俾人砸搞到，
有人话火烛点算系啊？你嗰啲唔知喺度用嗰啲街喉消防喉，有时你搞到嗰啲火烛，你可能唔够水啊，剩嗰啲都会有呢啲咁嘅问题，我都唔肯定。好、哦，射落去，可惜啊，都系争少少啊。慈善个个争住喺度认启程村，有咩好认啊？呢啲慈善啊，唔好喺度攞呢啲嚟开玩笑啊！呢啲正视啲问题啊，大佬啊！黐孖筋，见到好鬼惨啊！饮有水，你而家有得饮正常嘅水，你不过我哋而家饮啊，你都唔知道正唔正常，即系唔知咁啊，当住正常先，冇咁熬底啊！你知道心慌慌，你真系唔敢咧，口渴啊，天时暑热，翻到屋企水都冇啖饮啊，好鬼难顶啊，大佬口渴，你要睇此吹胀。最难顶唔系肚饿啊，口渴先系最难顶嘅，人哋都系咁讲。好，一靓啊，再嚟，可惜啊，越咗位啊。跟住咧，仲有单新闻系咁嘅，即系除咗呢个水嘅新闻啦，咁咧就最近咧就嗰个咩廉政公署咧就而家咧就喺度倾紧啲新嘢嘅，佢就话咧。佢咧话咩廉政公署咧就之前咩维基解密。维基解密咧就督爆咗咧，佢话咩廉政公署咧曾经咧就试过咧同意大利咧有间黑客公司咧就喺度倾偈啊，佢咧就倾偈针啲咩咧就话咧想香港嘅廉政公署咧就话想睇佢话咩对嗰个黑客公司有个监控系统啊，嗰个名叫咩伽利略神探伽利略嗰个伽利略就话好有兴趣，即系类似咧就因为方便调查啊嘛，佢监控就可能就唔知点样可能。看到人哋嗰啲電腦入邊啲嘢啊、資訊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咧就好奇怪。首先呢單新聞咧，我聽起上嚟就點解意大利係會有黑客公司？即係正常啲黑客應該係違規嘢嚟啊嘛，有乜可能話我而家即係你喺香港你唔會見到有一間係話咩殺手公司啊？我而家係專幫人即係冧友嘅，或者講輕鬆啲，或者係咩？偷嘢公司啊，帮你好似老帮三世咁啊，帮你偷某啲嘢，正常系唔会有呢啲嘢啊嘛。但系意大利佢就话咩有一间叫黑客公司，专研究呢啲咁嘅嘢，咁啊好奇怪，我唔知啊。意大利系咪容许呢啲咁嘅，即系可以合法咁注册啦？如果唔系，政府都唔知点揾到。如果地下组织嘅，仲更加黐线，即系香港系老脸点样揾到意大利嘅地下组织咧？咁样。咁咧就跟住呢單嘢揚咗出嚟啦，咁啊好嗰啲好多人就話有冇搞錯啊？如果你即係正常啊，美國佬咧嗰啲政府咧嗰、那個法例係咁嘅，即係嚟話你政府執法人員你搜查證據咧，你就唔可以係用啲即係監聽啊非法嗰啲嘛。佢之前試過唔知咩裝一個人彈弓，我早排先讀過新聞，唔知喺酒店度扮曬嘢話咩你酒店。唔知道冷氣有事定咩入嚟啊？唔知裝啲 cam 啊定咩，順便搞佢部電腦定乜鬼嘢咁樣啊？跟住佢喺呢一個情況下攞翻嚟嗰啲資料咧，嗰啲證據咧就全部唔可以用嘅。佢就話呢個係美國嗰啲咩法例咁樣啦。咁而家呢單新聞揚咗出嚟就話：哇！你香港唔得咁樣嘅喎，你監聽係即係呢啲係。即係好恐怖嘅事情啊！喂，大佬啊，而家如果係傳出，即係你唔知神不知鬼不覺，可能已經監聽緊你電腦啊，或者點啊，佢冇曬私隱，咁唔得嘅喎。咁啊，而家咧就喺度，即係喺度問緊啦。咁即係因為呢個維基解密，佢啊講出嚟，咁啊佢可以話唔認啊，或者點啊，冇即係否認啊，話冇做過啲事啊，或者就咁傾啊，咁啊根本啊冇用到啊。咁咧，佢话呢一个咩伽利略嘅系统咧，就咩系即系可以监控到啲咩 OS 咧，就可以监听到嗰啲咩苹果啊、iOS 啊、Android 啊、Windows 啊，佢话甚至乎系 Nokia 啊，以前有一个咩 Symbian 啊，即系好似咩有只雀仔咩雀斑吓、啊、塞斑啊，唔系雀斑啊，黐线。塞班咧就佢即系已经停咗啲系统咧，佢都有办法可以监听到嘅。咁咧佢话好劲嘅喎，呢、這个监听系统。佢话咩可以当然就例牌啦，你装咩防火墙嗰啲全部冇用嘅，佢一样咧可以怼入嚟啦，怼穿墙。跟住咧
你部手机咧，佢唔会话咩突然间哦食多啲电啊咩啊乜事都冇啊！佢话你完全系好似无色无味无臭，好似古代嗰啲蒙汗药咁啊！入咗嚟你都唔知道，你因为你嘅防火墙啊、防毒软件啊揾唔到呢个劲嘅黑客装置嚟。一讲开又讲咧，有冇人觉得你哋有冇装过边啲防毒软件或者防火墙系真系好有用、好有用啊？吓，讲真，我都系未。即系就算咧，佢有啲防毒软件系揾到啲咩毒啊，嗰啲咧都系嗰啲废毒嗰啲嚟嘅。通常咧，次次就算我装防毒软件，有时都系唔知点解中嗰啲不明毒，例如咩俾人绑架首页啊，嗰啲都系搞好耐啊。自己以前我真系未试过有边只，我系觉得系话特别劲。你有冇边个系觉得有几多个人系觉得防毒软件系？是好有用好劲，跟住咧，同埋咧，例如我用紧 A 防毒软件啦，当打个比喻，我用紧卡巴斯基，冇我用只讲第二只先，我用咩 Lotton， 我细个嗰阵时咧就唔知边条友讲话咩 Lotton 最劲嘅，我就未试过 Lotton， 我即系喺 Windows 98、95嗰期啦，就其实劲废啊，我就成日中毒，中到系要铲机啊，成嘅 Lotton 嗰啲。我话未试过防嘅，学校嗰啲就喺度讲话咩 Lotton 好劲啊，点点点咩 Lotton Antivirus 啊，我好记得嗰只嘢叫咩 Lotton Antivirus， 洛敦系嘛，中文名叫洛敦啊，系嘛？我又唔系真系觉得好劲，即系次次用身啊，你用其他防毒软件咧，人哋就啊你呢只废嘅，点解唔用呢啲啊 Lotton 啊？我细个嗰阵时。后来有啲人你上讨论区咧，以前咧就上嗰啲讨论区问边只防毒软件劲啊，个个人就系话，就好似你细个话边个星座星斗士边个最劲，个个都话自己星座最劲，个个例如话你用紧咩 NOD 32又话哦 NOD 好劲，跟住有啲人就废啊 NOD 啊 Lotton 先劲，跟住有啲人就话咩卡巴斯基劲。有啲人咩呢啲都废啦，佢而家有咩小红杉啊，咩 AVG， 有十几廿隻，有啲人免费添吓。好嚟啦，俾个上去。我嘅经验咧，我用过咁多隻，我阿 Lotton 系最废，真系未试过揾到一隻毒，成日话安全吓，冇事冇事。仲有而家微软都有隻，你知系 Windows 咩？咩 Essential 啊，好似叫我有用，有啲人又话咩废啊，话咩微软呢个防毒废啊，垃圾，点解你用呢啲啊咁样？但我啊用过又唔觉得话好垃圾咯。你哋用紧咩？我想做个调查，大家而家用紧咩吓？用紧边只防毒软件啊？我觉得边只劲咧？卡巴斯基都劲嘅，即系真系有试扫过唔少毒系怼冧嘅吓，但系同时咧又黐线嘅卡巴斯基，之前咧系试过我用紧卡巴斯基嘅时候咧，个卡巴斯基系俾人咩寄生嗰啲病毒落去喎，黐孖筋，佢话我后来中咗只毒唔识解啦，上网搵下，佢就话咩哦呢一只毒咧就系咩？专打卡巴斯基嘅，如果你有卡巴斯基咧，佢就会寄生落去，佢寄生虫咁啊，咁咧就仲难搞掂。我话黐线嘅，即系谂住装防毒软件杀毒，点知系俾人寄生落去，有冇搞错啊？跟住又搞好耐，我记得洗都系嗰次就中呢个卡巴斯基寄生毒咧，都系搞劲鬼耐。喂，唔吹啊，黐线吓！其余时间都 OK 嘅，卡巴斯基，即系你除咗嗰只寄生毒黐线啲之外咧，其余佢都防得几劲，同埋好严谨嘅，佢真系 block 好多啊，即系佢会好多警告啊，或者点样嘅，佢会有啲声啊，你有冇记得佢有啲声音喺度？有啲好似警报嘅声咁样，刹车声咁样，咁样嘅，卡巴斯基。我都好有印象，呢一个都算系 OK 啦。我觉得如果你要我评嘅话，跟住后来有啲免费嗰啲咧，我都而家都成日用。
咩小红德国小红伞，咁我谂住德国佬应该系严格啲，咁应该都会有，即系有用咯。啊哈！你哋用咩？有人话唔用，有啲人话系啊，我都觉得唔用。你而家 Windows 有 Windows 有防火墙啊，以前98就冇，而家 XP 开始有咩防火墙都防好多。好，嚟啦，光啊！我识噶。因为边个发明病毒啊？啲人话咪就系佢唔发明病毒，点搵你钱啊？咁啊，自己都整几个啦，话俾你听。分分钟嗰啲防火墙公司、防毒公司有一个部门啊，整病毒添啊，两边喺度斗。我乱笠嘅，呢个戴定头盔先唔肯定，即系我自己讲。但系我基于一个原因咯，即系就系佢你冇毒嘅话，佢点赚钱？咁佢一定要有毒咯。咩呢啲阴谋论啊？即系有啲人话咩啲药厂都系咁啊，话咩即系而家有啲人话讲咩，其实咩抗癌药物一早有啊，不过而家唔放俾你啊嘛，等唔系点医啊？有啲人咁讲啊，都有啊，即系而家点解越嚟越多古灵精怪病啊？咁啊就系话咩慢慢。如果唔整呢啲怪病出嚟，啲药厂咪食屎，即系迟早发明晒啲疫苗嘅，即系可能，即系去到某个时代，人类系完全感冒都唔会惊，唔会中嘅。咁嗰啲咩，即系伤风丸啊，嗰啲全部都冇嘢做啦。咁呢个阴谋论，人哋即系有呢啲咁嘅谣传啦、传闻啦，就唔系未必系真嘅，就系有呢啲咁嘅人就怀疑系咁样啦，吓、啊。好、哦、有人话以毒攻毒喺电脑系做唔到咯，你以毒攻毒只会越嚟越劲咯，冇试过 A 病毒可以怼 B 病毒，冇啊，好合作嘅喺电脑世界，病毒同病毒之间系好 friend， 边个打 ban 未试过话，如果你中咗 A 病毒咧 ，B 病毒啊冇事，你傻啦，你估真系神雕侠侣啊咩怼粒断肠草啊医情花毒，冇呢啲歌仔唱，唔使恨啊。吓、啊！你中毒就只会越嚟越麻烦。有时你中毒咧，铲得唔干净又好麻烦，又会自己生翻出嚟，好鬼劲嗰啲毒，好多复杂嘢啊！毒咩又要睇咩启动？以前成日学呢啲咩喺启动嗰度咧，你会揾到呢啲乜咁多唔知咩嚟啊？呢啲梗系你啊，嗰啲系有啲不明程式。咩叫启动呢？就系、是、你一开 Window 嘅时候咧，你右下角定咩咪会自动有啲程式